好，我们现在从这里开始讲。好，注意一下，我们每个介绍东西的话呢，都是有它的原理的，然后总整理什么东西都有原理的。前面这个我们讲的是直导线，所以我一直强调哈 ，straight conducting wire， 然后它有 current， 然后 build up 什么 magnetic field， OK？ 那么这个 magnetic field， 你的 direction 怎么算？我们用的是 right hand grid rule。OK, thumb,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forefinger, direction of field. 所以这里是 straight conducting wire. 好，现在的话呢，是我们要讲的是 coil, 这个是 coil。好，同学，你们看看图说故事哈，请看 5.1, 5.2, 5.3, 这三个 coil 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同学可以回答？这三个 coil 有什么不同？因为你们不会看东西，你就不会回答。我现在教你看 5.1 5.2 跟 5.3 都是 coil， 它们的不同点在哪里？听清楚我的题目吗？看图说故事，看 5.1 5.2 5.3 这种的情况都叫 coil， 我们叫线圈、coil。 注意看这个 coil，我是水平放置，这块是我立起来的、这个跟这个是类似的。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现在我的手没有办法比给你看啊，所以当然是你要看图形。好，注意看一下，你看啊，这个哦，就是你的电流，因为你的导线是一个线圈嘛，一个线圈，所以话呢，它一样会形成磁场。哎，老师，电流是我供应给他的，我可以强迫我的电流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那我怎么知道它的磁场呢？好，同学你注意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 coil， 我这边有 highlight 的 coil， 我们一样用 right hand grid rule。 好，那我们的 right hand grid rule 我必须要借着手嘛，就看这个手哈，请你改变，改变什么？改变的话，你的四根手指是电流的方向，拇指是N 的方向，好，四根手指是你的电流的方向，拇指变成是指向 N 的方向。好，你回到这里，你看刚才我讲的东西，你看四根手指是电流，好，你们去拿起你们的手，顺着它，你的电流是这种的情况，是逆时针。你发现你用右手啊，你的拇指，谁可以回答我，向左是向右？用你的手来比，对，向右，你们就可以画出它的磁场了。同学你看啊，你得到的磁场线，你注意看啊，我刚才讲的四根手指是电流的方向，拇指变成是磁场方向，它指向哪里？指向 N 极，所以画，你看你就可以画出来了全部。 OK， 所以呢，这边的话呢，是在这个中间这边它的磁场的方向全部画了。至于说这个是怎么样画的，那你看这个图你就会懂了。你看这个也是一样，你看呢，我有电流方向，我电流是这样走。好，对这个地方来讲，就相当于是电流从这里出去，这里进来，因为这里是正的吗？这里是出去，这里进来。好，你们用刚才你们的手，如果你们用直导线的话，如果你们用直导线，用你的拇指，拇指的话是电流的方向，四根手指是磁场，是不是你拿到这个方向？你的手用右手，然后再看这个，这个是电流流入，因为我跟着它嘛，流入这里，这里是这样子，所以话你用你的拇指指向电流是向下，手拇指向下，那么你拿到你的磁场，请问是不是这个它画的方向？然后呢，刚才我们比的话呢，是在这个中间这里，就相当于这里，你看。OK， 那整体来讲说，啊，老师，你说我要看左边，又再看右边，很累，我可不可以用刚才的方法？可以，你用你的手一样，同学，你看你的电流是这样子吗？刚才我不是教你了吗？如果是线圈，你用四根手指，就是代表你的电流的方向。好，同学，你们注意看，你用你的手，哎，顺时针，是不是你的 S 呢？ Sorry， 你的 N 是不是穿这边？有拿到吗？有比到吗？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到要怎样去跟你们讲。OK，
好，如果这个你很难看，你看这个没有关系。这个的话呢是线圈，你的线圈 coil， 你放是这样，所以是水平放置，水平的方向你们看啊 ，horizontal。所以你看这边它给电流进去，这样子。好，你再用一次，再用一次。刚才我讲的，这里是 coil， 四根手指是电流的方向，拇指是 N 级。好，同学，是不是你拿到这个是向上的？这边全部。线圈中间，那这里容易啊，那你怎么看？你看这里，这里呢像相当于是电流这样流进去啊。如果是你个别逃离这个啊，你用回刚才的指导线，哎，我流进去，我电流流进去，我的磁场是不是我画到了？哎，这个地方是顺时针，你们用手，刚才老师讲的那个步骤，你再看这个，这个话我电流哈、哦，这里啊，电流这里这样子，这个是向下，那相当于是这个向下，这里的话呢，电流是。这样子流，单单你看这个点罢了哦。啊，电流是这样子流一个情况，就好像是出来的，是不是你就拿到了你的这边磁场的方向？所以呢，这个图形全部你要画完，你都可以用右手。一个的话呢是这边跟这边，你用的情况是拇指是电流，四根手指是磁场。只有中间的地方你转换，因为这是一个线圈，你转换成四根手指是磁场，然后四根手指的话呢是电流，然后你的拇指是 N 级，你就可以画出这个。 OK， 所以同学，如果是你遇到是 coil， 你一样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right and grid rule， 一样可以用这个，只不过是我们的 dump 是 n dump， 所以你这个可以放两个角色 n， 好，这里是 n， 你们拿到是 n， 好，所以换了 okay。 好，所以的麦没有关啊。好，那么我们的这个磁场对 coil 来的，它的 formula 是这个来的啊，你我要让你们看到不一样的地方。OK， 所以换的是 b 等于是 mu 零 n i 除二 r。N 是什么呢？我这边有写 number of turns， OK， I 是电流， R 是什么呢？是你的 coil 的半径，比如说我这个 coil 哈，我半径这里是圆心的话，好，同学，我的半径是这个，啊，这个就是我的 R， OK， 好，如果我是这个，我的半径是这个啦，啊，这里是我的半径， OK 啊，清楚啊，啊，那这里我们的这 coil。跟 solenoid 有什么不同啊？这个叫 solenoid 啊，这样啊，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coil 的话呢，是它哦，只是一圈两圈，但是它没有厚度，像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话呢是有一个长度，L 的长度啊，这个叫做螺线圈，刚才这个叫线圈啊，刚才这个叫线圈啊，这是我们的 formula。Okay 啊、所以话呢，这里的话我们在算的时候，我们在用这个 formula 的时候，我们算的话呢是在哪里呢？在了 center 的位置，那也是说呢我要算是这边的磁场，那磁场的话用 mu 0 ni 除 2r、啊、这是线圈。好，我们看一个 example 第三， a narrow coil 30 turn， 这等于是我这样绕，假设是这样哦，我绕很多绕，就这样绕，这样的上面这边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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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30圈就是了。好，它的半径16 cm， 那它有电流这么大。问你 ，find the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at the center of coil，coil 的 center 等于多少 ？OK， 好，我们看这里，这里的话呢，是我放答案给你们在这里了。好，同学看到吗？这个画面，同学新的画面看到吗？看到。好，那这个的话呢是你可以看我故意写这里啊，这个是属于第11章 Electromagnetism 第一。同学，因为这章的内容很多，所以我不要说一个 file 太多了，所以我就做一跟二，所以二的话我已经放上去了。所以这里的话呢是一的，所以说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B due to the narrow coil 啊，这个叫 narrow coil， 所以这个是公式。所以你们如果能够这样写的话，很多东西你们就很清楚了，又容易读。好，这是我们的解答，第一个。N， 因为开始嘛，你不论是什么东西，我只好这样写了 number of turns 啊，就是 N 30 radius of the coil 16，然后 current 这么多啊，你带进去，单位呢是 tesla， 我们再算是 magnetic field 啊 strength 或者是 intensity，
算怎样它所形成的 coil 所形成的啊，这个是这个 OK 就是我们的答案 mu 零四派乘十负七次方啊，就是真空的磁导力 OK free surface permittivityN 是 number of turns, I 是电流，注意单位啊。所以可能这里的话呢，电流刚好给你是安培，所以不用换了吗？但是问题是 radius， 你看16 cm， 你不要带16了啊，一定要带的话呢是米的单位，16乘10负2 ，OK？ cm 是10负2，那这2本来就有了嘛，所以你算这个。那这边我故意画给你 direction， 那怎么算啊？我就要你用什么？用我们的手来判断。那这里请问一下，还有说电流是哪个方向流动吗？同学？有没有哪个方向流动吗？他没有讲，对不对？所以换呢是都有可能。OK， 假设我电流是这个方向，好同学，它是 coil， 请问磁场是哪个方向？快点用你的右手跟我教的，用你的右手来判断。假设我给电流是这个方向，下面是下，向哪里？向下。OK， 我们来看啊，我们的那个磁是怎么样？给同学，刚才我讲的。如果牵涉到 coil， 我们用的话呢，四根手指哈，四根手指是我们电流，拇指就是我们的磁场 ，OK？ 所以同学，真的是我用手比出来啊，以我们这个来讲，我可以呢是磁场向下 ，OK？ 未来真的是向下 downward， 所以我拿到是磁场是向这里方向啊，画出来这里啊，刚才同学有人画是对了，哎，所以同学，这里是我给电流是顺时针吗？那如果是逆时针呢、啊、你看我们题目我们要会反过来看吗？我电流是这样。好，来同学答案什么？快点用你的右手 right hand grip rule。 所以 B 向哪里？上啊，向上。所以话呢 B 是向上的，你看你可以找到答案，不是没有找到哦。所以话这个题目因为刚好是这样嘛，那等于是开放性的，所以话呢是你看你的电流在这个线圈里面顺时针是逆时针，如果是顺时针，然后我的 coil 是水平放置在桌面上，同学我的磁场真的是进入桌面 OK。 那一样的，如果线圈是放在一个水平面上，我的磁场就是好像是离开桌面、哦、你们就把它想象成你到底怎么放，刚才我讲了吗？我们的那个 coil 怎么放，你要水平放置还是竖直放置，然后你可以去找出来它的磁场方向 OK 啊。好，另外一个题目的话呢是这个题 OK， 我回到这里，因为要给你们看题目吗 OK。 好，这里好，这里的话呢是你可以看到我有两个 loop， 两个 loop 哦， loop 一 loop 二、哦、同学你看这个是 loop 一，是这里六二，这里好，你看一下什么电流不一样，这里二安培，这三十灯，这里的话呢是四个安培，二十五灯 OK。 好，那么呢我这边的话有给你了，给你什么呢？是我们电流一个是 clockwise direction， 同学 clockwise 是顺时针， anti-clockwise 是逆时针，所以很清楚哦，这边有告诉你很清楚他们的情况哦，同学哦。所以的话呢是你们可以看到 OK， 我们来看我们的答案 OK。 好，你看好第一个线圈 loop 一，我就用 I 一，因为要认嘛，要不然的话你们又不认是谁的，乱了完。所以的话我就用 loop 一 ，I 一是二安培他给的，我就用 N 一 ，number of turns 是三十 ，R 一就它的半径。所以它的半径如果是这个 loop 的话，它的半径当然是从这里算起啦。OK， 你要懂啦啊，半径啦 ，OK， 好。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loop 二，第二个的话呢是我电流四个安培，我是二十五 turn。所以这 I2 N2 它给你它的半径30，所以话呢这个是内圈的哈、啊、内圈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的 R2、啊、这个是我们的 R2 OK。 那么呢它告诉你 loop 一跟 loop 二这个要懂啊，它是同一个轴，然后放在同一个面上，你知道什么叫同一个轴吗？ OK， 所以如果这个是我们的桌面，如果这个是我们的桌面，注意听啊，你要会看的它讲的东西，你要会想象，要不然你不会。你把这个线圈这个分全部放在桌面上，一个线圈在这里，另外一个线圈在这里，全部同一个桌面上，然后我们是同一个轴，那很重要啊 OK。 他现在要问你的话是在中心点这边，在中心这个圆的中心点这边磁场的强度等于多少，还要你算出来，等于是它的 resultant OK。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 formula， 那我为了配合一二嘛，我就写了一的是这个，二的是这个 OK， 你们就把它带进去 OK。那 mu 零话是真空的磁导力，这是一个常数，四派乘十负七次方。这个呢，你们不用背，没有关系，你只要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了哈。所以，因为这种是常数的话呢，考试一定会给你。n 是 number of turns， 然后 I 是电流。OK，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三十吗？然后我的电流是二吗
OK， 然后我的 RE 是40嘛，不要带40啊，带米特，所以 0.4 米特就是 formula， 你算出来。你算出来以后，这个的方程式讲过了，这个方程式哦，只是给你算的是 magnitude 罢了。那么你 direction 怎么算？一样用什么 right hand grip rule？ 你用的话是 right hand grip rule 啊。好，那么你 right hand grip rule 的话呢，已经有了以后呢，你就去判断。来，我不是讲了吗？我们的这个哈、哦，我们先看是这个线圈外面那个线圈 ，OK？ 好，你们用四根手指电流。拇指 and the direction， 好，你现在用，好，请问你的 n 向哪里？你 n 指向哪里？好，如果是以这个纸张来讲，放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的 n 向哪里 ？n， 所、你的那个你的 b 的磁场是向哪里 ？n 跑到哪里去？啊、是不是拿到是印度的 paper？ 有到吗？是不是印度的 paper？ 我再重复啊，我讲了吗？因为我都没有办法手给你们看，所以的话你们要注意，这个你用你的手四根手指顺着电流的方向，你的手指的方向就是电流的方向，你这样子转过去 ，OK？ 是不是你的磁场是进入？所以印度的 paper，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有没有？因为这种是牵涉到方向，你可以用印度的 paper、out 的 paper 来解释，要不然你怎么画？你很难画，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这里，我得到是印度的 paper，OK？、Okay， 再看 B 2那2的话是这个啊，你看它的电流跟它是方向是相反的 ，OK？ 你照样一样用这个公式来算，那我配合嘛，这2的嘛，你不会拿错了哦。所以话我们的2的话 ，number of turns 25 ，OK？ 电流是4安培 ，OK？ 好，距离话它的半径是30，可以算出来这个。啊、所以的话你们自己看看，现在我电流是逆时针 anticlockwise、啊、一样用你的手来看逆时针是不是你对着你看啊，如果是你以我的画面，我的画面是我电脑的荧幕是竖立起来对吗？同学就好像你们把想象成现在这个是我的黑板对吗？黑板对不对？这个是我的黑板，那你看这个你的电流是逆时针的时候，是不是四根手指刚才我讲是电流，拇指是你的磁场的方向，就是它出来的方向对吧？刚好是 B 的方向，是不是那个你的那个 thumb 你的拇指指向你的脸对吗？是不是？回答对。嗯，你看像这个话呢，是我们的这个 loop E 的话、哦、你一样你把它想象成这个是我的黑板 OK， 我的电流是OK， 我的电流的话呢是那个顺时针，是不是我的拇指呢离开我的脸的方向，对吗？所以的话呢，一定会出现一个印度的 paper， 一个 out 的 paper 啊。这边的话我故意做笔记给你看哦，你的方向全部都是用 right hand grip rule 来代表，那 four finger 代表是 direction of current， thumb direction of field。那 direction of field 的话呢，这个话什么我们平常都会讲的话是指向 N 级这样子 OK， 所以出去的，所以话呢同学你们看这个跟这个谁大， B1 跟 B2 谁比较大？ B2 啊， B2 比较大，所以呢和磁场肯定是向着 B2 的方向，所以我选择 B2 的方向为正的向量。那这里为什么是减呢？因为这两个方向不一样，一个进入纸张，一个出来纸张，出来纸张的比较大，我就选择这个方向为正的向量，这个话是负的向量，所以我就可以找出来、啊、这个就是等于我得到结果、哦、你要不要选向量，我说不要说去选到自己和都说变一个负，那代表是你不会选了、哦、我们去选，我们拿大的去减小的，如果方向两个是相反，所以同学这个就是核磁场。那么你的核磁场化呢，是因为你选择这个方向为正的向量，所以当然它的方向是 out of paper。 有问题吗这部分 OK 啊？所以换的同学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像这种的问题的话，你一定要用你的手去比的，你没有用你的手去比的话，你那个方向你怎么判断呢、哦、不能是用眼睛这样看不了吗？所以换的是你可以看到是、啊、不一样的方向、啊、不一样的一个磁场 OK、啊、这题目是这样子的 okay， 接下去我们上给流线管的一个情况，这个题目我们看完了。好，同学已经看到这个画面了，我看的画面看到啊 ？OK， 有看到吗？同学回答。看到。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就想说，哎，有一个方法不用一直按 share 的，是先开着、哦、我就一开的话，两个都有。好，好，同学这里的话呢是这里啊，你可以看到是我们现在讲的话呢是什么 ？Current magnetic field produced by current carrying
在 solenoid 里面、啊、就是螺旋管。我们还是应用用 right hand grip rule， OK？ 那么 inside solenoid， 他说 the magnetic field is uniform。OK， 同学，我看了一下董总的课本，他有一个实验题。其实我们那个仪器有买了，可是就是非常时期，我们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可以看到是他把那个书本可能做到的实验哦，阿朵把它放到那个书本里面啊，事后我再给你们看。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 long solenoid 里面，他给你 the field is uniform？ 你知道 field 是 uniform 什么意思吗？是均匀的，等于是磁场的强度是固定的。如果是在 long solenoid。Okay， 好，我们再看 long solenoid 的话呢，它的 magnetic flux density， 同学都是一样啊，磁场强度 magnetic flux density 都是 B，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magnetic flux density， 还有更不一样的那个名词解释，我看了那个统考的课本，哇，那明天我会给你们看中文的，因为我先讲这个英文的部分。 inside the long solenoid 那个 solenoid， 哇，你公式是什么？ B 等于 mu 零 n 乘上 I， 所以你 n 是什么？ number of turns per unit length，所以这个 N 呢是大 N 除 L， 那 N 的话是线圈，好，比如说像这里我绕了100圈，这100圈的话呢，我就量从这里到这里我绕的时候，假设我用3个 cm， 好，同学这个 L 就是3个 cm， 听懂意思吗？ OK， 好，假设我这里我绕了、哦、20圈，那我的这个长度是2个 cm， 那这个 L 就是2个 cm， 总之是你的 N 的话呢是 number of turns per unit length，就是这样 length of solenoid 啦，你用的。那这个 I 的话就不用讲，当然是电流。OK， 好，同学，你们在写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哦。电流，请你用这个符号，不要用这个哈、哦，这个像一二三，那你们写东西都很奇怪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符号，就是电流。OK， 好，那么呢 ，at the end of the two end of the solenoid 的话呢，它的 magnetic flux 是二分之一 mu 零 n i， 意思说这边跟这边反而小，是中间这边是比较强的嘞。所以这两端是比较弱的，那这个话全部实验可以做得到的。OK， 明天我给你们看实验题，现在我们先看这个。好，同学你们注意看一下，今天如果是 coil 也好 solenoid 也好，注意一下，四根手指是电流，刚刚讲的都是成立的、啊、那么你的拇指的话呢是指向 field 的方向，是 north 的方向。好，你看这个是你的电流是这样走的。 OK， 所以你看这个方向配合你的手指。OK， 所以话呢是当你是属于 solenoid 的时候，它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呢？它们形成的我们的 magnetic flux intensity， 它会有两个 polarity N 跟 S， North 跟 South， 它会形成。不会像我们刚才我们讨论的，我们只告诉你，哎，你的电流是怎么样，你的磁场是怎么样，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指向 S 在哪里吗？没有，只有 solenoid 它才会出现 polarity， 意思说有电流的时候它是会形成磁场，你的这个磁场的话呢会形成两个磁极，一个是 North Pole， 一个是 South Pole。 North 跟 South 怎么样判断呢？就 depends on direction of current flow through solenoid， 这里的电流刚好是这个方向，所以你这样拿，所以拇指的话变成指向 N， 所以话你知道这里 N 这里是 S。 好，你看这个，这课的话呢我特地给你们找了这种图形，是因为我要验证刚才我们讲的，如果今天我是一个 long solenoid， 所以的话呢它里面的磁场是几乎是均匀的，所以呢这里均匀的。那么呢我的这个笔记里面的话没有说明，哎，我什么叫做 long solenoid， 你看这里 coil， 这里是 coil 啊，这里是 long solenoid， 什么叫做 long solenoid 啊，这边呢我没有讨论到、哦、那董总的课本的话呢他讨论到很好，什么叫 long solenoid， 这个距离跟 diameter 这个 coil 这里的啊比较之下，这个呢比较大，大很多过这个，我们叫 long solenoid。 OK， 那比如说这里假设是 OK， 我用的话呢可能是3个 cm、啊、但是呢我的 diameter 这里的 diameter 很小嘛，小过3个 cm， 可能就是 0.02 cm 啊，或 0.01 cm 啊，或者是多少，总之是比它小就是了啊、这个呢叫做 long solenoid， 因为它 compare 大小的一个情况。 OK， 那么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刚才我讲的这里、啊、这个话是这样子，你看里面几乎每一个线条，每个线条哦，你的磁场线它分布的很密，所以它的磁场是很强，不然这里的话它不是分布很均匀的，对吗？你们都懂在外面那边有进有出的情况，而里面的话是很均匀。那至于说这边怎么看呢，也是一样，你们把它看成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来看，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磁场的情况了。
啊，这个画也是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同学，这个画是我的 solenoid， 是我把它水平放置，这个是竖直的情况放置，那么一样你的词都可以画出来。好，你看这里，这里这样进去，这里出来啊，比如说像这个的话，你认为你的磁场哪一个方向是 N 级？来看 6.2 的图， N 是在哪里？左边右边？右边。我们的 N 的话是在左边是右边？右边还是左边同学？右啊，右边的。那怎么知道呢？我们的磁场的方向哦，它偏的话呢是根据磁针的方向，所以你拿到这个 N 的话是有意思的。OK 啊，所以话呢，这个是我让你们知道我们的这整个的情况。好，我们来看这里 long solenoid， 你看它给你三圈 turns， 它绕一个 cylinder 是圆柱体 ，length 是20，所以话呢是你自己想象成啊，这里是我的圆柱体这样子，那我就去绕它三圈，那这整个长度20 cm。然后电流是这么多 ，find the magnetic flux intensity， 所以话呢就是也是一样磁场的强度。OK， 好，同学你可以看到这个话呢是我用三圈 turns， 然后你的 length 是60，然后有一个电流，所以当然它一样会形成个磁场。OK， 我们看我们的答案。OK， 好，那么我们的话呢，这里我画给你看。OK， 所以话是三圈 ，L 是20 cm， 电流是5，那这个是我们的 formula， 这是我们的 formula。所以话呢是你的 N 呢是 number of turns per unit length、啊、就是你的 length 是 length of the solenoid， 所以同学你可以看到这里是 3000， 这里是 20 cm， 所以你 N 是大 N 除 L、啊、这个会啦，所以因为这里是 20 cm， 所以这里是单位是变成是 meter 单位。好，你带公式进去， B 等于 mu 0 N 乘上 I， mu 0是这个， N 是刚才你算到这个吗、啊、I 是电流，那你就拿到了。 OK， 那么这个话是你算到什么，是它的 magnitudeMagnitude。 那至于说 polarity， polarity 的话呢是你的这个是一个 solenoid 吗？我们都知道 solenoid 的话呢是你一定会形成两个磁极，一个是 N pole， 一个是 S pole， 那这个他又没有告诉我电流是怎么样嘛，所以当然是要看你怎么样画、啊、比如说像我这个这样画，我电流从 X 星期、啊、同学你要会看哦，我从 X 星期这样绕过了前面，你一定要先画出电流的方向，然后你才用 right hand grid rule，像这里我的电流是这样子，就绕这边这样子。好，同学你就用你的手看看，用手看看比是不是你的拇指是向着这个方向，对吗？ thumb 有没有拿到？对对对、啊、我讲了我没有办法做给你看吗？所以话呢我只要你想象凭空我在讲故事，所以同学我讲的这个 direction 是四根手指跟着它，跟着它，然后的话你的拇指的话呢变成是向右边，所以这个是 N 级，这里是 S 级。 OK， 所以话呢这边我就故意给你看了， is given the direction of the solenoid、啊、你的电流的话呢是、啊、所以话呢是你可以 find out 它的 polarity， 所以话呢是你的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你要知道你才可以，所以话呢是 I 啊，我少一个字、啊、所以同学你们自己加进去啊，所以话呢是只要是给我电流的方向，我就可以 测出来我的 polarity， 所以那 polarity 可能是 N 还是 S 的。 OK， 那这个我给的话呢是如果是从 X 进去，你要从 Y 进去也可以，对不对？从 Y 进去变成是你电流方向什么，这个方向，对不对？这样这样，对不对？反过来，对不对？啊，你们看如果是从 Y 进去我画的这个绿色的线，所以同学一样你用你的手去指，你拇指现在在左边是右边？快点，左还是右？比比看，左啊，像左边，好、哦，左边了，同学，这是左边了 ，OK。好，这里的话，我全部是讲到我们的那个产生的磁场在 solenoid 里面，我没有讲电磁铁啊，同学，我没有讲电磁铁。电磁铁的话是 electromagnet， 那 electromagnet 的话的构造都是一样，一定会有一个电流。electromagnet 我讲电磁铁啊 ，electromagnet 电磁铁。所以如果是电磁铁，假设这个是一个螺旋管 ，OK， 螺旋管一样，你绕那个线圈，有时候我绕这样试试看可以画吗 ？OK， 那我这样故意画给你们看，让你们知道前后，要不然你又看不懂。前后的一个情况 ，OK， 好，是这样子。这边呢，你一定要接上电源，所以话 electromagnet， 我们电源都是 direct current， direct current 啊。然后里面有什么呢？好，同学，
这个地方的话我用 soft iron core， soft iron core， soft 啊，所以软铁，我用软铁在这里。好，我用软铁在这里的话，同学，所以话呢，当有电流经过这个 solenoid 的话，同学，这整个就形成电磁铁。OK， 电磁铁。那么刚才我们算的这个 formula 全部是没有软铁的，有软铁它更强，不是这个了啊。但是有软铁放进去的话呢，不是那个 formula 了，不是这个 formula。这个 formula 我们算的时候，把考虑只是单单磁所形成的。电流的磁效应在螺旋圈，如果是电磁铁，我们可以知道是它的磁性更强，因为有软铁在这里，软铁会变成 magnetize， 它的磁化，所以磁性会更强的。所以话呢，一样，比如说像这里这样哦，我电流是这样，对不对？啊，你看你一定要会画吗？对不对？啊，你看是不是这样？你看从这后面再去前面。好，同学，你看这个，请问 n 在哪里？左边、右边 ？Polarity。右边。啊，很好，在右边这里，所以你知道这里是右边这里，所以呢，如果要你画 magnetic field line， 你们就懂了，从这里出发，从这里出发 ，OK， 那从这里进来，因为这里是 SL 啊，这里是 SL， 所以每个同学你们都要会啊，这是基本啊，啊，基本的东西，这个这样一个情形，好，这个是这个题目 ，OK 啊，好，我们再看第六题啊，第六题是什么啊？第六题的话是这个。What's the current that must flow in the solenoid having 这个啊？你看这里我给你120 turns per cm， that means 我给你什么？这个值 n 对不对？我给 n 等于是120 per cm， 什么意思？120圈在一个 cm 的范围里面，对吗？啊，所以话呢是这里可以写什么？120乘什么？要国际单位耶？乘10的负。好，这里是一乘十的负二变米特单位啊，啊，这里变米特单位了 ，OK， 所以话呢，这里变成是 number of turns per meter 了啊，你这个算了，所以他就给你了，你 magnetic flux 的话呢，这里 B， 我给你，我给你 B， 我给你 N， 我要你算什么 I， 我要你算 I， 我要你算 I，OK，I、okay? 等于多少？好，你们就用 formula B 等于是什么 ？mu 零什么？老尿费，对了 ，ni 就这样罢了。你看 formula 要熟啊，所以同学我们在念每个东西的时候，他们自家有自己的物理量 formula， 你要把它记熟，那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容易了，因为带过去就可以啦。你看我的 b 有了 ，mu 零又有了 ，n 又有了，算 i 罢了，所以这个题目就算到了。有问题吗，同学？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是。问江。是那个 2n of the solenoid 那个二分之一的一半、那个、是一半在它的末端在这里跟这里。好，同学这个呢我会讲 OK， 那么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董总课本他有做那个实验题，我会给你看。那 SDBM 的书也是有， SDBM 的书也是有啊。这个话呢是第几 terms 啊，哦 terms 2 它也是有写出来OK， 那么你们看这个部分，看我给你们笔记就好了，不要去看那个影印那本，它写很乱。因为我这边我就给你们图形，然后跟你们讲讲解就很清楚了。这个呢，同学是在这里跟这里。那这个的话哦，这个公式的话呢是在正中央的部分，就是这里这里均匀的这个正中央部分。那么反而这边跟这边的话呢，就是等于是正中央部分的一半。所以平常我们都说哇，磁铁的磁性哪里最强啊，都是在这两末端。其实如果今天你 solenoid 很强很长的话，正中央的地方反而是这边，在它的中间的地方的话呢比较强的。但是我们做实验，我们的手都伸不进去，也不能在里面啊，我们都是在外面这边做不了，对不对？所以话我们看的话是磁铁，但是这个是磁场，电流所形成磁场。所以话呢是那个的实验，他就把一个那个indicator 把它放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他发现正中央的位置它的磁场是均匀，倒是后面这边呢它比较小。好，明天我会讲这个部分，这个好，明天我会讲，因为那个是董总课本的，他有做这个实验，可以吗，同学？有。